嗯，小工聊两句。行。对，小工是我们的这个著名的青年演员了。哎，谢谢。对，我们第一次的相遇是在海口的海上有一个竹筏。对的一个综艺节目。对，我跟张艺兴正在钓鱼，然后彭昱畅正在晒太阳，然后他划了个竹筏过来看我。哎，每次这样他都很开心的，因为去年我非常感动，就是在郑州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，就他自己来看我，我后来有看到，真的非常的感动。所以今年说一定要有个机会，我们不要在台上，我们台上一起合唱这首歌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完成了这个心愿嘛。是这个心愿。对，要跟大家聊两句嘛。行。那个大概是20多天前吧，然后呢浩哥给我发了个微信啊，说今天在哈尔滨，然后呢有演唱会。我心想是在台下听，结果浩哥跟我说是要在台上合作啊、我非常开心非常激动，然后我立马给我的同事发了个微信过去，我说我们那天有安排吗？然后他们说可能有个工作，我说那个往后推一下然后呢非常荣幸，排除万难。对，也不算就是非常荣幸，然后呢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心愿。我其实也跟大家一样坐在台下，也是一个小小的歌迷，只不过今天呢来到了舞台上，感谢偶像啊，感谢浩哥，然后给了我这个机会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包容我的歌声。我觉得还可以，受累了我们昨天彩排的时候，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他唱完之后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小工比我想象中唱得好。谢谢这真的，我是不是说了这么多？是说了对的。是，其实小工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偶尔会联系，逢年过节会给我寄一些香肠啊腊肉啊什么的对就是关系很好。那我们今天就用最热烈的掌声给到我们龚俊，好吗？谢谢龚俊，谢谢哥，谢谢哥的邀请，也谢谢大家能够来支持咱们李荣浩老师的纵横四海龙年演唱会，然后也祝大家五一节快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哎，我们拍个照呗。好啊，怎么拍？那个我们找个摄影师，我们全场一起拍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回去就发在网上，大家自己找啊。对，来拍一个广把所有人都带到那个。行行行，好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我们谢谢龚俊，谢谢龚俊，谢谢。哎呀，小工特别好，真的特别好。我每次见他都非常的开心，他眼睛里透着一种，就是一个少年的那种，干干净净的，很干净的一个少年的感觉，每次见他都很快乐。昨天晚上到了之后，就带他去铁锅炖了一下。对，就对，挺好，对，吃铁锅炖吃的也非常的开心。